你这是耍的什么拳呢？啊？你说一下呗。中高风险地区，请您按照防疫要求。行了，宝宝。对对对。哦，行。稳住了，下一辆车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。看看，现在武当山，这是雪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雪，看看。去年下的雪，年前下的雪。我感觉前年的雪。怎么可能呢？你开玩笑？要过夏天，怎么可能呢？夏天也有。开玩笑。夏天也有，景色非常不错。我们索道上吧。索道，坐索道。还是徒步啊？你看前面有徒步呢。啊。徒步上京，你看到没？索道上吧。索道。你不是说徒步吗？我是想徒步，主要是我怕你们扛不住。武当山索道，买的是来回的啊。下山也咱们也买的。啊？下山也是坐索道。下山走。再说说那等会儿不要紧，我们下山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票转给人家要下来的。也可以啊。好吧，我们走。可以。好吧。我就想走下来。那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就转让给人家。我本来就是这样。我们只上车，好吧？来，一共四个人，快进一个，进一个。快，加油，快走，我们一车。哎呀，耶耶！三分钟的索道，三小时的徒步路程。索道这个出口，这个树上都挂着雪，这个景色是挺美啊。这上下山人还挺多的，这还。这个是热的。嗯。哎，这是热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通暖气。哎，温的。杆子是温的，他怕你冰手啊。里面有暖气吧？转运店，哎，买四张。上金顶还得买票。对，四张四张，金顶检票口，我们来两个，好，谢谢。上金顶，前山上后山下，这边是上，前方马上就看到金顶了。加油！白雪啊，哎呀，上面堵住了，都是雪。对呀，来，这个树完全是被雪裹起来了。前面下来，前方塞车了，堵住了。哎呀，金顶上好多人呢。今天怎么了？金顶变成银顶了，都是雪啊。你这不那山顶，再拜一个。要不我们住在这里？感受一下，修道成仙，那是不可能。从此以后，你这些凡事的一些，你抛得开吗？从此以后，江湖再无我。我、哦、靠，这还没洗，这不知道画什么诗意，这帮雪。这是他们做功课的地方。徒步的就从这个山门下来，下来从这边上那个金顶。再见金顶，欲穷中台。威灵响鹤，左白虎，右青龙，财神殿。拜财神。这还要爬？肯定要爬的，这一定要拜。你这耍的什么拳呢？啊？你说一下呗。耍的什么拳？什么拳啊，爸爸？太极。收。好蓝的天呐！这是谁呀、啊？